嗨，比利，嗨，艾德，你们要去哪里？原来如此，你们在格斗。嘿，查理，你运了好重的砖块啊！你想在城堡建一个弹射器？让我们开始吧。啊哦，我们需要把门放回到铰链上。干得好，伙计们！我们必须把所有砖块放到位，才可以开始搭建弹射器。很棒的团队合作。看起来查理差不多完成了砖块的堆砌，还剩几个了？好了，全部完成。这些盾看起来很棒，比利和艾德。哇哦，查理，那个弹射器看起来很重，你自己拉得动吗？一切都准备好了，该加载弹射器来试试了。准备，开火！哇哦，击中目标！干得好，伙计们，让我们再来一次。哇哦，你又打中了。最后这个会难点。来吧。哇，你做到了，干得好。下次见。我看到推土机比利和挖掘机艾德还在游乐园玩得很开心。啊哦，起重机查理来了，让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工作需要做。今天我们要建造一个碰碰车场。看起来很多零件已经到位了，只是有些需要移动一点。
干得好，伙计们！不过还是缺了一些零件，我们必须找到他们。艾德已经发现了更多的碰碰车的零件，干得好！那是什么，比利？你想让艾德先帮你和查理吗？好的。大家很棒的团队合作，查理发现了更多的地板零件，你可以把它们装在你的卡车车床上。比利、艾德、查理有更多的地板零件，让我们卸下它们，这样你就可以把它们安装好了。做得好。那是什么，艾德？你认为有更快的方法吗？哇哦，看看，还有一些，差不多完成了。差不多完成了，该坐进去玩一玩了。艾德和比利坐进小车里，查理去那个大的，准备，预备，开始。哇哦，这看起来很有趣。小心点，伙计们。嘿，你们联合起来对战查理，二打一呀。这是什么？一卡车的球。现在这会更好玩了。今天干得太棒了，伙计们，下次见。哇哦，那看上去很有趣。大家好，准备在游乐园玩得更开心吗？太棒了，但我们需要首先完成一份工作。今天我们将建造一个海洋球池，有些零件已经在这里了，让我们把它们组装起来。我们需要更多的零件，你能找到它们吗？干得好，起重机查理，你可以把它们放在你的卡车车床上。干得好，推土机比利。我想挖掘机艾德发现了一辆装满零件的卡车，干得太棒了，伙计们，让我们卸下零件。
这是现在所有的零件了，你能把它们组装好吗？干得真棒，伙计们！哦，我觉得艾德已经准备好找点乐子了，他困住了比利。哦天哪，我们又来了！该回去工作了，伙计们。现在差不多完成了。好了，海洋球池完成了。现在工作结束了，该玩玩了。那我们试试看。哇哦，那太好玩了！想再玩一次吗？今天干得很棒，伙计们，下次见。